受到一股冬季季候风影响，本港地区普遍的气温低过15度，打鼓岭得11度，昂坪更加只有8.9度。天文台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干燥，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。而到本周中期气温会回升，来两三日咧就部分时间咧就会有啲阳光啦。咁预计咧呢个季候风会喺呢个礼拜中期咧就缓和。咁礼拜三、礼拜四咧就嗰个最低温度咧，我哋咧就会预计咧就上翻去16度左右啦。咁而日间嘅最高温度咧就上翻去20度左右嘅。民政事务总署开放多个临时避寒中心，俾有需要嘅市民入住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王家齐报道。